路遥知马力 日久见人心 大意 路遥远 才能知道马力量的强弱，相处时间长了，才看出人心的好坏。这条谚语告诉我们，要想了解一个人的思想、品质的好坏、能力的大小。 只有通过长时间的考验。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